圆舞曲 ，Strauss。施特劳斯圆舞曲怎么样讲呢？它有前奏，它有后奏，中间有五个乐章。圆舞曲，前奏是什么呢？我的解释，人生的准备，你要受教育。后奏是什么呢？你退休了，你退休了，你的作为。就是这个圆舞曲，一生正直忠心的人，而且真的是一个慈祥的长子。他的无私跟奉献，以及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他的毅力跟恒心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，他是不为任何的政党的势力跟遏制的力量，他一点都不罢顾。上他的课，每个人都很喜欢，因为。他非常有启发性，但是软中带严，带有气息。我觉得余校长是有对大学有视野的校长，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大学校长所最需要的。我以我古人讲啊，我在中大教书一个圆舞曲，我在台大这个没有行政工作一个圆舞曲。我做系主任一个圆舞曲，我做院长一个圆舞曲，我做校长一个圆舞曲，也是五个圆舞曲。我是余校长的圆舞曲。